2019年6月27日，张若昀、唐艺昕婚礼在爱尔兰时间12点举行。马思纯反串当伴郎，同时也担任司仪。西装亮相的司仪马思纯也是很帅气的。婚礼结束后，6月29日，马思纯现身深圳宝安机场，在张若昀、唐艺昕婚礼上当完司仪后的她，休闲卫衣加牛仔裤、围巾、细腰间、帽子、口罩齐上阵，全副武装出现，一路语聊不断，似乎还在分享当司仪的喜悦。果然是开心小马哥，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